其实我想加芦笋。哎呀，我现在已经热到脑子坏了。我要把这个蟹棒剥了出来，然后把这个蟹棒扔到了垃圾桶里，把这个塑料纸留下来。是玉米吧？你看，你看我刚刚干了什么？然后我把这弄了出来，然后把这一扔，懵掉了吧？这个备起来，泡水。好。里面的电风扇。然后待会的肉，那五花肉是吧？对。没有完全吗？好啊。然后切片，像上次你那个是吧？嗯。然后我是不能看过你煮的东西。切块。我是很怕这坏掉哎，大家不会坏掉，我觉得很危险哎。我放冷藏好不好？你可以放冷藏，可我觉得不会坏。我是觉得很危险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它刚在盒子里面味道就不对了。这世界很酷。